们 VP 啊，画萌作何感想、啊？简直就是，因为我两天都猜对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是这么长时间，嗯，就是会让你整个就是国内球员失色，就是整个咱们 CBA 联赛，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有实力的球员可以去争夺这个，就是包括胜利，包括这个奖项。而如果你现在这么打的话，那可能最近这几届，包括马布里啊，包括比斯利，其实很多年都是外援在拿 MVP， 那其实你就很难就是在凸显你国内球员的这种水平。我觉得其实外援可以考虑打时间稍微短一点，给国内球员更多机会，让大家看到国内球员的发挥。嗯，是吧？咱全场你扣30个篮，大家看的也疲劳啊，对吧？你会看的也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。比斯利笑起来还是很可爱的，嗯，而且他多次在媒体面前和他的家人啊、他女儿啊，是吧，之间的这种亲情的流露啊，还真是让人感觉和他来 CBA 之前我们对他的这种印象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但我想他要今儿没拿的 MVP， 您可能不会说对他这么夸，没有那么可爱了。哎，不，就算是今儿那个谁易建联这拿了 MVP。我也得说周贺老师特别年轻。年轻能不喝吗？啊，你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。其实喝可乐倒是还好，主要是不能打嗝。颁奖仪式结束之后，2015至